小鬼隊咧，嗰啲名稱叫小鬼隊，即係話我哋細粒叫做小鬼，即係就係特級隊，特級隊。即係我哋咧，堅持希望咧，一人捱曬容易過啊！下騎樓啊，炮樓嗰啲，我哋細粒啊，話幫你捉砌住上啊！我哋遊擊隊嘅一班人，有時七八個有兵，十零個有兵。咁我就係小鬼班嚟噶嘛，即係我哋有個指揮噶嘛，即係小隊長喺頭，就小隊長指揮；小隊長唔喺頭，你個班長指揮我哋噶嘛。衝啊唔衝啊都係叫啊下下掹掹噶啦。嗰陣時就冇連長排長嘅，小隊長、中隊長、大隊長，嗰時候就咁嘅。我經常我打仗咧都喺特級做嘅，即係衝鋒隊。不過我又命大，次次打我唔死喎。但我覺得奇怪，因為我細粒，